靖总推出了选战的 MV， 不少人都听了以后说哇，节奏非常的轻快呢。小吕市长，韩国瑜本来他的这一次选举就是定调为哈快乐的选举哈，不是负面的选举哈，也不要再有什么悲情的啦，有什么非常哈不如意的一些好像是民进党哈美术选举啊，不是提到欧巴，就是提到他的什么祖先。几代要被欺凌的，还是说被国民党怎么样的霸凌种种之类的啊？现在他韩国也是很阳光的，尤其啊，我们看了里面的歌曲，真的有一些感动啊！像我们的祸水会这个热血沸腾啊，勇往直前的，还要努力的工作的这些画面，你们看起来啊，这是代表台湾人的精神，台湾人我们现在呢。就是要像我们歌曲里面的这个助演还有呈现出来的画面啊，不管任何再大的打压，不管任何再大的压力，我们都会突破，我们都会突围。所以我相信呢，由这个歌曲要热血起来，对，去看那个 MV 有一幕画面。